这个 Silverton Hotel again。你们如果有看我频道的话，你应该不陌生，这个就是有美人鱼的。我今天要来教大家怎么样赌那个吃饺子老虎。你每到一个 casino 的时候，你会看到它都有一个那个叫做 reward club， 所以你只要有你的 ID 或者是 passport， 你就可以到这个 reward club， 然后申请一张 player card。通常 player card 的话，它都会给你一些 discount， 比如说，这一家的话吃东西就是吃一个 entree 送一个 entree， 所以买一送一的，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优惠。然后你当你申请卡的时候，一般都会给你一些 credit， 比如说大约是5块钱上下，所以5块钱上下的话，你可以就是玩吃饺子老虎，或者是 cash 到那个 table。所以今天我来申请了一张卡，然后我申请了一张卡以后，就是就在这边，然后我就可以去玩吃饺子老虎啦。来，我们走。所以呢，我们现在换了 player card， 我们要来找这个 slot machine。slot machine 有很多种，然后它有可以 bet 一个 penny， 五 cents， 或者是到 25 cents， 或者是要到1块钱、5块钱都有，所以要看你要怎么玩。现在几乎每一个 machine 都可以就是 adjusting 的the dollar amount， 就是比如说你要玩 1 cent， 你就 choose 1 cent。If you want to play a dollar， just press the dollar one。那我们现在要找的 machine that you want to hear the machine's calling you， 所以你现在要找的这个我现在在看有没有这个哪一台机器在好像在叫我的名字，叫我的名字。OK， 来找找看。跟大家讲，现在最热门就是这个 Buffalo Crossing， 就是这个水牛 Crossing。然后其他有蛮 popular 的，就是这个，因为 slot machine 大部分是以都亚洲人喜欢玩，所以它大部分有很多就是照亚洲人的嗜好做出来这些金币啊，还有那些你看到没有炮竹啊、金钱树啊这些的。哎，这一台 machine 好像有在叫我的名字哦。不过来，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一次就要88 cents。大家有没有看到88就是1块3.8毛，所以就是其实玩一趟下来也并不便宜。哎，很多人把这个剩下的这个留在机器上，因为你剩下少过1块钱的话，它是不会换钱给你的，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放在外面。来，我收起来，见笑了，我收起来去玩吧。另外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要玩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就是你可以看到上面有这个 grand prize， right？ 所以这个的 grand prize 的话是$10,000。你如果中了第一奖的话，就有$10,000。然后第二奖就是528 cents。所以你可以就是找中每个机器上面都会告诉你的中大奖是多少钱。然后另外一个诀窍就是不要选太偏僻的地方，因为这些赌场虽然说机器是 random 的，可是我还是相信他会希望顾客赢钱的那个兴奋大叫会吸引更多人来玩，所以我会觉得在走道附近的吃饺子老虎可能会比较有中奖的机遇。然后像这边这一区的话人气不是很旺，看起来小包三只大概不会有什么中奖，我们再去别的地方。来，各位小朋友，我们又回来了。我现在决定在这个 machine 前面，然后你坐下来第一个动作是，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有一个 player card， 所以我就把 player card 这边会有一个插口，说 insert card， 插进去绿色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屏荧幕显示你的 card accept， 所以 card accept 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玩了。然后第一个动作呢，当然是掏钱了。所以我现在，因为我刚才记不记得我捡到一些 ticket， 从免费的，所以我现在把这个 ticket 由这个入口这边放进去，然后这是我刚才剩下来另外一张放进去。 OK， 放进去以后呢，当然是不够钱啦，所以我今天说要玩20块嘛，对不对？所以来看我这个20块大钞，来祝我好运，放进去咯。 Yep，
你就看到这个荧幕上面显示我现在有20.50块在里面，然后可以玩一个 penny back， 可是每次要背88个，所以已经其实变不便宜。哎，这个的 menu 的话，你当然是就是 back 最少，所以我当然是 one go single， 然后基本上这个吃小子老虎白痴也可以玩，来按了以后 play， 没有，来我们把声音调大声一点。Yeah， 你这边可以调声音，然后这边可以配，来再来，没有，再来，没有，也没有。小朋友，我们现在中了25个 penny， 其实也并没有很多啦。然后这个机器我觉得并不是很好玩，所以我们要去玩另外一个。要怎么去玩另外一个呢？这边有一个 collect， 就是收集。你按了这个以后，看到没有？这个就会闪亮。然后他问你 collect now。就是你现在要收钱了吗？对，赶快把钱退出来给我吧。好了，你看退了这个钱，我们去另外一家，不要忘记了把这个卡也拿出来。走，来，我们现在到另外一间来玩，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蛮大的，总共有 16 hundreds。的配药，来，我们来玩一玩。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跟你说的第一步？第一步先把你的卡插进去。哎，怎么还没？哦，那个是 ticket 啊，白痴。这边卡 insert card， 来。没有收到，再来一次。好，卡收进去了，我们现在来 insert ticket， 就是刚才的这个 ticket。 因为那边是 retreat， 这边才是 insert。 好了， ticket 进去哦，收钱倒是蛮快的。来，那个钱已经在里面了，所以我们来玩一下。我们大概一次就玩最少一次要88 cent。声音还蛮大的，看起来还蛮不错的。来，再来。耶，60 cent， 不错不错。可是，一次玩88 cent， 好像也没划得来。再来。有一个发，可是好像没什么东西。再来，没有。哇！耶，中了120 cent， 所以就是1.2块而已。1.2块好像没必要高兴。来，金钱宝啊，赶快跳钱下来，拜托你！为什么那么多龙还是没有钱？再来，你看他这个音乐是不是有误导，让你觉得你中钱？数字一直跑，一直跑，这一把中了470。
4.7 ，OK， 不错。再来，又有赢了40cents。金元宝啊，金元宝，赶快给我中大奖！给我赢了120cents，120cents才1.2块。耶，赢了70。没有。再来。再来。没有。家人们啊，钱不好赚。哎，40cents。块而已，所以现在变回13块。来，再来，要捞本是不可能的啦，娱乐多效果多一些吧。耶，再来，维生的话还不可能的啦，不过就是消遣一下。你会不会去学着音乐摇摆呢？来，快来，金钱宝啊，金钱宝，赶快掉下来，从天上掉下来，快点，快点。说赌博不能急，因为一急的话就会输钱。其实你不急也会输啊。快点啊！没有动静。没有动静。钱一直往上掉，都没有掉到我的怀抱里来。这个赢了60而已。真是骗钱啊。小朋友，我现在只有剩下73cents，然后他玩一把要88cents，所以玩不起了。那我就那，你记不记得我 cash out 就在这边，然后他就会票就会出来了。你看20块钱在7分钟之内输到73cents，真的是。赌博不是长久的，不能赚钱，还是少赌为妙吧。来，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哦。记得不要赌博，不要喝酒哦。拜拜！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要订阅。